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很高兴弟兄我可以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活泼的圣言啊，我们真是欢喜快乐，相信神的话每一天都要激励我们，让我们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感谢主。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五到六章六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好，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五节到六章六节。这里耶稣记载的就是耶稣跟随着埃鲁，他们要到他家去为他的女儿祷告。但是在路上的时候就传了一个消息，说什么？就是说他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不需要劳动耶稣了。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是真真实实的死掉了，但是耶稣仍然对他们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耶稣仍然继续走在去到他们家要为这个孩子祷告。但是在为孩子祷告之前呢，耶稣说了一句话，这是耶稣第一次把生死的真理从神的眼中透露了一个奥秘。他说什么？他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个真理我相信是这个全世界的所有的宗教所有人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但是生命的主说什么？他说他看每一个灵魂的死亡都是睡着了，就好像他看拉撒路曾经死了两三天以后，他说我的朋友睡了，我去叫醒他。那这个小女生
他是真真实实的已经死了，虽然可能死了，可能只有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但是他却是真真实实的死了啊！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是睡着了。所以，如果他不是睡着了，耶稣也不会说他是死了，因为上帝看每一个死亡的灵魂都是睡着的。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睡着的灵魂。就表示说什么，他一定会醒过来。主耶稣在这里，上帝在这里讲到，睡着的就已经在表明了一个真理，就是什么真理？就是人会复活的真理。每一个再一次醒起来，就是一个复活啊！在永恒的里面，灵魂跟身体的分开，有一天仍然会复活，灵魂跟身体又会再一次的回来了。所以，耶稣在这里面是让这个孩子的灵魂，我相信是让他再次回到他的生命里面。那这样的一个复活，耶稣，上帝能够有一天会让每一个灵魂复活，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是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只有上帝能够做成的神迹。那但是，如果是睡着了，上帝可以不在末日的时候。让每一个人灵魂复活，他可以提前的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让我们现在如果还睡了，可能在太平间的这样的一个灵魂，他如果神要工作的话，神可以像叫醒这个小女生一样，把她叫醒过来。我相信，如果在神要工作的时候，神要彰显他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复活的见证会发生的，因为他最在神来看，他只是睡了，睡的人要叫醒他，何其的容易，对不对？所以上帝要叫醒每一个灵魂，让他复活，对上帝来讲是何其容易的一件事情。因此，我里面就有一个祷告，主啊。若是你感动我们，我们要为一个死去的、一个睡着的灵魂来祷告，主啊，若这是出于你的，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他是睡着了，神有办法叫他醒来。我们奉主名祷告，可以叫他醒过来。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多这样子荣耀的见证，让世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权柄叫死人复活，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让我们如此期待。感谢主啊！我们继续的看下去，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也是耶稣在之前。第一次应该是在马可福音讲，是第一次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在那时候，我相信可能可以说是一个震动啊，震动整个当时的社会的一个极大的神迹，就是叫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发生之后呢，耶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相信他的家乡也都听闻了许许多的这一个从他们的从小看到长大的这个孩子。在外面所行的许许多多的神迹之后呢，他们却不认为耶稣可以做这些事情，甚至他们就说他不过是一个木匠吧，他是玛利亚的儿子，约瑟的儿子，怎么可能会行那么多的神迹呢？不可思议，这个可能。他们竟然在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之后呢，他们却拒绝他，他们却厌弃他，他们却不相信他有本事行那么多的一个神迹。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对比啊！耶稣行完了神迹之后，那么大的荣耀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他回到他的家乡是不是会受到这些的排挤，会受到这样待遇？我想耶稣知道的。啊，耶稣他是上帝，他常常祷告，他知道他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耶稣却仍然回到了他们的当中，然后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耶稣说什么？他说啊，大凡先知呢，不，呃，没有，
没有不在本乡之外，没有不被尊重的。好，那所以后来圣经说什么？耶稣在那里就没有行什么样的神迹，不过按手在几个人身上啊，治好了他们啊，他也觉得很不能接受他们对他的一个不信。这里说，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拒绝，然后耶稣在那里就不得行什么异能。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是不是耶稣期待，耶稣也乐意在他们当中，可能也要行出从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大能，这样一个神，他要把这个恩典也要临到他自己的家乡。然而，却因着他们的拒绝，他们的不信，也是甚至我们这里看到，就是当我们的不信，当我们的硬心，好像在一个属灵的运作里面，甚至会影响到上帝的作为。也就是说，上帝会因着你的不信，他有时候就接受，好，既然你不信，我就好嘛，你既然不接受，我就不给你了。神有时候他愿意格外的怜悯，因着你的不信，他仍然给你恩典。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不信，我们的拒绝，其实就把神的恩典拒绝在外面了。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一直对着上帝，我们有一个无限可能的信心。就是说，真的是看人看起来不可能，看起来很难。在我身上的癌症有可能会好吗？我身上千万的债务有可能啊，可以解决吗？我相信我们常常会限制神的作为，因着我们的不信限制神的作为。很多时候神的作为就真的照着你的信心被你成就了，照着你的不信成就你。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无限可能的信心，让上帝可以没有拦阻的，可以尊重我们，悦纳我们的信心，行他所要行的，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感谢神，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求主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没有因着我们的不信，因着我们的硬心，来把你的恩典拒绝在门外。主啊，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情。主，我们相信你凡事都能，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在我们身上任何的难处，主啊，任何的困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的服事里面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拦阻，不管是多么硬的土，不管是多么的黑暗的势力的辖制，主，我们都说，主，你若愿意，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